好，我们来计算这一题啊。我们看的话哈，这个都是差二，那我就令这个2077哈是 A 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那个 A 分之哈，这叫 A 加二 ，A 加二。那这个的话呢是 A 减二。然后我就代公式。哦，就 a 加 b 乘 a 减 b， 那多多少呢？就 a 平方，啊减掉 b 平方，哦 b 的话是2的4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这约分的话就是 a 减掉 a 分之4。好，那我把 a 还原 ，a 的话是2007，那就2007哈，减掉2077啊。2077，好，2077哈，二分之四，那我就用带分数，一个一哈减这个，啊剩下2076，所以是2076又2077分之多少呢？就一减掉2077分之四的话，通分的话就2077减四，所以是2073。2073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